嗨，欢迎来到何志颖绘画创作的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画作是蝴蝶绘画系列《我的小世界》。此幅作品原本是纯抽象的画作，在今年将它稍稍修改，增加了许多图腾及文字，变得更为灵动感，充满着喜悦的感觉。画面中有许多缤纷的色彩，这些交融的流动色彩像是我们身体里的小细胞、小血管及组织。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样貌，所以我们不曾留意过。其实啊，这些组织、小血管，它们长得很像宇宙的星云一样，拥有多变的颜色，充满着能量，爆发、散发在一切之中。其实从我们身体的最小的部分到世界最大的宇宙，所有的组成是不是长得都有点相像呢？作品用大片的黑色勾勒出成群的蝴蝶，将缤纷的色彩留在蝴蝶的身上，强烈的对比让画面更为抢眼。画的中心有着圆形的区块，还像是我们的地球，充满各种惊艳的颜色，并写着 Smile, Love, Adventure, 微笑、爱、探险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词汇。这个画面就像是地球母亲用笑容及爱拥抱着我们，牵着万物的手一起踏上这段地球旅程。期待你会喜欢这幅色彩层层交叠、颜色喷发、充满朝气的作品。每一个区块都充满着惊艳，就如同大自然一样，处处充满生机及不可思议。我们下幅作品见，拜拜。